边不在，我就回去了。还看得到我麦当劳，麦克的。然后如果麦当劳的话，你应该然后麦当劳回来的。你看人家看不到我的屁股，应该是可能就一百块钱。完全没有解决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日前获报，有币商指称遭诈欺集团持千万元假钞诈骗虚拟货币，范嫌系佯装为这个虚拟货币的买家，持一千万元的玩具钞票，以银行捆钞绑带将十万元绑成一本，十本束成一捆，每捆上下各放一张真钞，伪装成刚提领的手法，前往与被害人面交泰达币。由于被害人未立即验钞，即将等值的泰达币305000余颗汇入范嫌所提供的交易者钱包里面，范嫌得手后迅即逃离现场。被害人事后清点交易现金，发现范嫌所交付的千万元现金中见夹藏7829张玩具钞票，使惊觉受骗，并诉警侦办。案经调阅，周边的监视器长期跟监搜证下，锁定郑姓范嫌设有重嫌。经报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将郑姓犯嫌拘提到案，全案寻获依涉犯诈欺罪嫌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当前购买加密货币的管道多元，为统计近期发生加密货币的案件，发现被害人多依诈骗集团的指示，向个人币商约定，并选择在交易所媒合平台以外私下进行交易，这是我们所说的俗称的场外交易。未经认证的币商及交易行为，造成购买的民众收到的这个伪钞、赃款，遭到诈骗或遭对方控制或抢夺的风险大增，导致事后求助无门。那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燕志豪呼吁民众，对加密货币物件应该理性思考，保持冷静，在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的情况之下，于合法的交易所购买加密货币，并避免与未经身份验证的个人币商交易，或与对方约定以现金进行私底下这个面交的高风险行为，以保护个人的这个财产安全。